今天我看了，不跟你们来次狠的不行吗？啊，非得跟你们钓个鲨鱼。我去买了只鲸，等我中鱼了，我跟你们开直播，让你们看我与鲨鱼搏斗。大家老铁们给我双击，记得关注我，看我赶海都哎，我哎，来吧兄弟们，烟花美不美就看这一瞬间了。不管怎么玩啊，这个八爪鱼老是改变不了钻洞的习惯啊。今天咱是用这个茶几的瓶子来让八爪鱼表演一个钻洞的习惯啊。有的小伙伴一进来就走了，有的小伙伴会给你留下一个双击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双击和小红心呢？这怎么办呢？有肚子的时候啊，有肚子可能有毒啊，有毒啊，这可以食用的海母，太贵了。你是否在心扉嘀咕我忧伤和模样？一直幻想到你的故乡。来吧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搅一个海葵啊，来搅一下它。哎，别搅它，搅它，再搅它啊，搅它。搅它，搅它，今天就搅它啊，谁都保不住它。老铁们，双击给我搂它，就搅它。来吧朋友们，这有多少人是想要看这个小海马的？今天在海边的一个小水坑里面，我居然捡到了这好几只，也是够幸运的了。这个公海马怀孕以后啊，它就会变成这个金黄色。别的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，这个视频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，点亮红心，记得加关注。